台一大对上北一大，这对头究竟谁能胜出？全台湾台剧十出戏里面有九出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师生，表演工作坊赖声川，果头剧场梁志明，我们早就把舞台剧让给你了。没错。不孝贤导演，设备我有自己的戏剧厅、音乐厅、舞蹈厅，那你们有自己的景，这个叫做游泳吧？对，好对，给他垫点，我们真的比不上你们，你们好方便啊！对，生老病死一条龙。哎，要还没开始，这个有一点战火绵延，怕怕的。有，不要为。但是我今天肯定站在公园的一个角度，对，天平座就发挥功效，力那个功用。我们这个在板桥大观路，直接攀关系的人，但这一边呢，也是我的心头肉，真的假的？当年我们考试的时候，北艺大是独立招生，当年呢，北艺大是更优秀的。哎呀，哇塞！哎，有没有看到我讲这话？因为今天叫死对头，名校大对决，台艺大、北艺大，这个是台湾目前最厉害、最重要的两所艺术大学，你们说对不对？对。这个是两所，我以为只有我们了，你无法接受是不是？但是呢，北艺大胸口永远的痛是什么？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北艺大，各位，台北艺术大学，台北艺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这件事情我就要来说一下了。怎么样？你校长是吧？不是。我们要自己当井底之蛙也没关系啦。你知不知道那个英国有一个伦敦艺术大学？伦敦，哎，知道。请问伦敦是地名还是国名？是地名，他们首都，没错。那他们会叫自己叫英国艺术大学吗？哦，这个说法也是有点道理。所以我们台湾艺术大学，你也不能因为朱大哥离开我们，你就开始模仿朱大哥。哎，你过来哈，有事没事多模仿。北艺大哈，都出个这个窟窿。所以台湾台北不能这样比，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比啦。对，先不要吵，先不要吵。我必须要讲一句话。当年呐，你要考上台艺大，首先你学科要先过，学科过关的大概只有四五千人。对，四五千人要考戏剧科，录取几位？几位？一位，二十位，四千多人，四千五千人当中，就是2%耶。我也是，对对对对，2%。宪哥说的话公允，宪哥说的话很公道，因为我曾经两次大学考试，第一年就是考台艺大，我是高分落榜，落榜。我第二年才考北艺大，才考取的。等于我是这样，所以崇哥是因为考上台艺大。崇哥，你是不是坐错边了？对啊，你没坐错，是不是想要来我们学校？各位哥，但随着岁月的改变，是，你看以前包括我的学长黎安、侯孝贤，是，对不对？还有我自己本身，对，那都是一代的精英啊。但是后来，那这，哎呀，怎么回事？筚路蓝缕，怎么回事？大凯大贺，我们怎么了吗？宪哥不要这样，我是我们那一届差大34个录取的唯一一个人。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同班同学，他是大我们一届的学校，可是他跟我们一起毕业，不知道为什么。爱学校，爱学校，不舍得走，多读一年，多留一年。今天我们就好好来感受一下，管庆也是嘛。对，也是北艺大戏剧系的戏剧系，通通戏剧系啊。对，我们同班同学，全部都戏剧系。全部都戏剧系的，哦，这全部都戏剧系，真的。较量一下，就马上这个很多青青的学子，他们也觉得，哎，对，戏剧这个行业它是有憧憬的，对，想要念更大。这两个学校都是很好学校，我们怎么选？就来比拼一下，谁的校友比较威？校友，来，我这样讲好了，好不好？全台湾所有舞台剧的这个剧团，每年大家看的十出戏里面有九出戏是来自于台北艺术大学的师生做的。哦，表演工作坊赖声川老师，是，果头剧场是梁志明导演，是学长。然后绿光剧团是罗北安老师，也是我们学长，也是老师。对，全民大剧团谢念祖学长。哎，对，还有那个春和剧团的那个郎祖云学姐，还有相声瓦舍的冯毅刚老师、宋少卿老师，通通是，通通都是，还有那个屏风表演班的王月学姐，大概全台湾的
大剧团跟商业的剧团戏全部讲完了。其实我们早就把舞台剧这一部分让给你们。对，没错。艺术的一种熏陶的这种领域，是对啊，剧团对对对，没有，我们真的是从大荧幕开始，我们是再精再多，对，没有错，我们随便讲几个电影界的。李安，李安，大荧幕，大荧幕，侯孝贤导演，等一下，李安，朱小妹，我先说，李安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我们学校可以念，哎，你要讲，哎，不是，他报考的时候。那更强调我们的历史悠久啊，对，是悠久，拍子好，口碑好，但是设备真的是，所以啊，我们在筚路蓝缕的环境里面才能够发光发亮，对不对？对不对？我讲个音乐界的，音乐界最近在中国内地非常火红，是东强。东强，东强，谁啊？喜德龙就是我本人，喜德龙，东强。德龙的学长与有荣焉，还有很多，像黄韵玲老师，音乐界的对音乐界，八哥也是，归亚蕾，潮气派，对，还有五度五官的那个主持人田文仲，田文仲，你们能不能讲在20年前以内？哎，我们最近还有新的哦，因为综艺新生代天后主持人露露嘛，对，露露，台艺的台艺的，应该是说我们把剧场圈让给你们，但是影视圈。那电影这是虚假的，竹霸了，这样说。菠菜，你还是拍电影？今年最夯的就是谢颖轩金马影后，金科影后。我想我要讲一下，因为大贺刚刚讲说剧场留给我们嘛，对啊，然后这个影视是我讲，但其实你们忘了，还好有宪哥，因为在剧场的表演有我，真的，因为我们北艺大的戏剧表演的训练是最专业的，所以呢，我们培育了很多的金钟金马奖的影帝跟影后。朱子莹、黄建伟，还有那个莫子仪、高音轩，然后我们班就出三个金钟影后：范瑞君、林嘉丽，还有钟欣凌，加起来大概有30几座。不过你们是不是开始有断层了？因为最近好像都比较少听到。没有。可是我们学校还有出一位国师。你们知道唐老师是戏剧系的吗？唐戏剧系的，可是因为像那个郎姐嘛，她暑假的时候还到我们学校来上课，上朱爸的课，她来我们的进修，对，她给我们的是系主任教，对，她特别来我们学校上。可是你们的老师好像都是从我们北艺过去的吧？没有，他们是台艺的，对，好像有一两个同学，学弟。懂不懂事？会聊天，会有，读几年会有，可是交流嘛。但是台艺大它是基本上都是什么？从里面助教慢慢升起来，对对对，系主任有没有？对不对？对，来子怡啊，我讲最近的，讲露露刚讲最近的，哈校园哦，哎，他当初篮球，他是台艺大，他现在是这样，他现在真的是走中，他当年是篮球体保生，对，体保生，我们台艺大是通常都是打第一名的，其实我们有。跟你们台艺大打过篮球了，哎，啊，对，我们知道，因为毕竟吼，我们就是在艺术的这个领域都已经成就非凡，哎，是。本校在篮球队的招生上面十分的不顺利，音乐系的每个都 golden finger 有没有？不能动手，他不能手不能受伤，不能。然后呢，舞蹈系的每天跳舞已经累得被半条棉包皮，他哪有空跟你练篮球？只有又脏又丑的美术系，跟又烂又穷的戏剧系这两个系会来打篮球。黑龙参加被戏野狼在被怕哪有？所以我们跟你们学校打。对啊，不能这样讲。对，所以老实讲，我们很羡慕你们。以学生的角度来说，对，因为在学业方面，在术科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然后有很多的时间跟空闲。对，我们很忙，去打篮球，没有空练球。其实我们这方面很佩服你们，你们有没有直接打篮球？这种说法我也可以帮北艺大讲一句话。是。北艺大已经把运动的部分让给了台艺大。先跟我们对，我今天董事要两刀切豆腐，两面要光，真的，对不对？来篮球打的，大选重要的是你要多认识幕后，对，因为我们学校出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例如说导演。哦，摄影师什么的，尤其是 casting， 对我们演员最重要。人不清土清，真的，对不对？好，像我认识一个 casting， 是我们广电系的学姐，哎，然后就是因为她，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拍了很多照片，留很多演员资料，所以我还得到我们少女时代的演出机会。哦，你就因为唱演出了？你有？原来是走后门的。没有，不是走后门的，是因为。
因为这样子学姐我们会提携后进嘛。因为我们的那个戏剧学系的英文叫 Department of Theatre， Theatre 是剧场系，我们是剧场专业的。对，所以你们在讲影视课，我们最近也有成立一些电影影像方面的系科系，所以我们在那个年纪部分，我们是比较年轻，但是我们真的是很，但是在系统整个就是，那就是讲到整个环境跟设备了嘛，对啊，所以这是影视，对，但是很重要，对，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设备可以让他们拿出来呛心？来，经理，学妹，来，共姐啊，可是因为我快毕业的时候，我快离开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现在的这些比较新潮的戏，我准备这个来，大伙儿一起来看看我们学校有多漂亮，牛哎，我们学校的牛是有名字的哦，我们学校牛的名字超酷，叫做奥米加咆哮兽，而且是大家投票选出来，在学校里面养牛哦，对，比较多艺术啊，就是放牛的学校啦，对，放牛吃草，希望让学生跟牛可以有多一点互动，然后这个是我们学校做吗？它是一个装置艺术，它是用那个漂流木做的，这应该是美术系做的一个装置艺术。对，因为我们学校美术系很厉害，学校美术系都会做很多的装置艺术，在学校的从校门进来，真的很有文艺气息。对，就是一个很有文艺气息的地方。然后你看我们学校的连线都乱画，好可爱吧？我们学校有30公顷，好危险。其实这种路下雨天在上面开是有一点压力，好危险，这个真的电流极其棒。你看我们的斑马线也，哇，这个更是陡，斑马线超 Q 的，好艺术。漂亮吧？到目前为止还蛮自娱自乐的。对啊，他们自成一格。但是这个校园很有风格啊，很美，不会很知识化。对你感觉在一个那种真的那种艺术厅堂里头。对，而且因为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还不流行网美，网美不是很喜欢去景点打卡吗？是。现在我们学校已经是网美最爱。我们以前也是那个景点之一，那个婚纱摄影最爱去的，最爱啦。还有 MV 上面，对，然后看远远的看，爱吗？我们的这个，我们学校是非常的就是统一，就是整个校区都是有规划过，所以超级漂亮，真的很漂亮啊！看看我们的后山，哦，什么学校还有后山？我家就住这里，我家就住这里，你就住那里。我看到我家那个照片，有看到我家。不然念我们学校，在这里有啊有啊，读这个学校。你到底台艺大还是北艺大的？他台艺的。我没有没有，你是不是间谍？是不是一心向往北艺？有吗？没有，其实我有一年。我跟你说，有些话不要讲出来。对，有些事你千万不能说出来。哎，我跟你讲，台哥也住在那附近。对对对，我知道台哥他住那边。对对，不要生气，考不上没关系。没有漂亮了，讲真心话。现在在演艺圈过得不错，这个夜景无敌，来，这个超厉害。我每次太阳下山之后，就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学校去欣赏我们的官渡平原。俯瞰官渡平原，你这个北艺大的夜景真的是漂亮，那是漂亮。但我们台艺大这边，哎呀，我们设备还没讲完。他们的夜景，我们就是有夜市。假夜景哥专业，夜景能当饭吃吗？专业的，我们是。环境讲完了，我们现在要讲硬体啊。我们有自己的戏剧厅，对，音乐厅，对，舞蹈厅，美术系有美术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有啊。那你们有自己的景？这个叫做游泳吧。使用率没那么高了，用不到。这个哪个学校会有？我们学校不太远的地方就有景星。对，超对，超近的，对，海桥殡仪馆。新海桥，哎，那这点我们真的比不上你们，你们好方便呐。对呀，我们老病死一条龙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游泳池，对，这体育馆，然后居然在游泳池里面表演呢，对，就很酷啊。Party， 这是我们的戏剧厅，而且我们戏剧厅很酷，它中间的椅子，它简直就是国家音乐厅的标准配标准规格，对，规格规格。我们这边不进，在学校里面把麦克风拿下。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哎！我们这个所有的剧院都是大概在近10年、15年盖的，然后都是国家级的那种配备。比方说我们的戏剧厅，光我们戏剧系管的戏剧厅哦，它可以全部拆掉，位置舞台变观众席，观众席变舞台，然后可以做舞台在中间，然后四面都是观众，里面还放水，很酷。等一下，各位。各位，刚刚我提到胸口永远的痛的时候，我是引导你们讲出这个，因为我身为一个台艺大的人，是比较不方便讲。怎么说？因为台北艺术大学，
它是首善之都，它的预算是没有上限的。是的，台艺大那就不是了，我们真的国家预算没有，因为像我们啊，我们在校园，因为我们人学生人最多，其实今天我们是来办募款餐会的。谢哥，我前一阵子回到我们学校，我发现学校真的进步很多。现在我们学校有 WiFi 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台艺的校史馆，哎呦。然后上一次连容祖儿来里面播自己的 MV， 他都觉得天哪，怎么在学校里面有电影这么好的设备？对，因为他有了。他就是让就是你学生的作品自己在里面可以看到大荧幕跟电视跟小荧幕你自己的差异度在哪里呈现，重要。我们有自己的摄影棚，露露还有用过这里，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棚呢比我们这里还要再小一点点。小一点，但是其实设备正常啊，对，非常的专业，对，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都有。而且其实啊，因为外面的剧组还会来这边借用，所以其实还可以收场租赚钱。这一个学校北艺大离你家这么近，很近，我走路就到。你当时你有没有一定会想说，哎，如果念同样念艺术大学，我何必跑到板桥？调出胜前脱考题，徐小可深陷角色当中。第一年考贵校的时候，考题是2007年金钟奖最佳男主角是谁，就考一些你背就有的。前一天有在卖考古题，就第二天他考的年份不一样，他的戏啊，一下子考不上，就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不是，表演课老师会出一些题目，慢慢的把我的包袱卸下。第五，老师就灯关掉。现在你们都是一群猫，公猫开始求偶，在那一个小时里面，真的出去大家都是喵。1个小时，所以后来灯亮的时候，大家来不及穿衣服，没有要求脱衣服。北艺大离你家这么近，很近，我走路就到。你当时你有没有一定会想说，哎，如果念同样念艺术大学，我何必跑到板桥嘞？我跟你讲，我老实讲，我是真的有想过，还有考虑。你要好说话吗？没有，我必须跟几位学长姐承认一下，我有一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大一的时候，我有偷偷的再去报名了北艺大的读。你想干嘛？想要插？我想要跳槽转学。跳槽哦。但是后来呢，我想一想，好险我没去。为什么？因为其实是不是？因为我留在台艺大，其实学校不会挡你在外面的工作的出路。啊，对，这是对，因为这是真的，真的，因为在北艺大，他们老师比较严格，他们不希望你毕业之前呢就先到所谓的演艺圈或是舞台剧圈。像我大学的时候就在大学生了没？我们是鼓励的，鼓励的，而且开放。那在鼓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说当时是谁可以让校风做这一个改变？有想过吗？有，完全没有，没有，没有。宪哥，我要宪哥，宪哥，我要先说，我不是你们，我不是台艺大的，但是我都知道，就是因为台艺大有一个荣誉校友，他当年以歌手出身，然后踏入演艺圈之后，他勤走校园，3000场的校园组织的经验，他整个带起大学生不一样的风格。我要先说，台艺大最近有一个新的硬体，就是你要进去戏剧系的时候，有一个宪哥的铜像。对对对，我会。在那个铜像旁边，还有那警卫室，还有在卖香啊，卖纸鹤，对对，纸鹤嘞。各位，这个时候哈，他那个校风就讲出来，因为我曾经呢在学校做过一个巨大抗争。什么？啊？我们有一个学姐参加《我爱红娘》，被留校查看。谁？啊，那时候是不行的，不行的。然后我当然就据理力争，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们将来的事业就是在影视工作，就在那个盒子里。你现在不让人家都要建教合作，有这个经验，未来入的就是这个行当。对呀，建立人脉啊，不断抗争抗争，哎，到最后慢慢松，就松掉了，真的就松掉，开始大家都就开放，没有这么松，松吧，老师太松太松，就慢慢放松。但是呢，北艺大反而是比较学院派，对，确实真的很。我就有因为这件事情被约谈，关在象牙塔里面。我被系主任约谈去，他说你在外面工作很多哈，你知道校规规定是不能在外面接工作吗？我们可以把你退学哦。然后我就直接暴走，我就说我不工作，我哪来的钱缴学费？我还要租房子，我就觉得太荒谬了。没有，因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经理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从我的同班同学念到变成我的学妹。好，
哦，我跟你讲，这是颜值高的困扰。像我们这种颜值低的都没有这种怎么被约谈啊，怎么弄头发。所以不得已就已经被选上要进来了。今天我们这个辩论非常的健康，然后也真正凸显出一些问题。OK， 那现在这一道题目哦，我讲出来，我想很残忍，很残忍。哪一个学校的训练课程比较专业？来，从何老师讲说，要真的有论证哦。因为我没有在对方的学校上过，那我就讲考试好了。我两个学校都考过联考哦。我第一年考贵校的时候，考题是什么？是请问2007年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得奖人是谁？啊，那个什么那个希腊三大悲剧是哪三个？啊，是这样，就考一些你背就有的。而且前一天去看考场的时候，有之前的学长姐在卖考古题，就第二天考出来，他考的年份不一样啊！我的气啊，对啊，跟你讲，去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男主角是谁？最佳影片是吗？哎，金球奖的那个最佳外片得主是谁？就是他考的是这种。那当然，他也有考一些术科，但在北艺大考试不是。比方说，我们考的是会激发你想象力的故事接龙，对，光考试就这样好了。我讲说，请用四句话来编成一个故事。哎，我觉得台艺大算蛮贱的，有没有？还喝水？我听不懂啊，我听啊，因为这一题人家讲是口水直流，你们这边还拿水杯？没有，宪哥，因为这一题我们放弃回答，只有北艺大可以讲。对对对，我们真的没有让你啦，让你一题啦，先叫车，想讲就剪掉了，对。怕死哦。对，反正四种情境，你编一个故事，看的是。是你的想象力跟你组织能力你的这个组织创作能力，所以第二年就因为这样我就考取了北艺大。对，那时候后来比较美式的教育，你现在把自己考不上，然后就把人说的一文不值。我是酸葡萄嘛，纯粹我发誓，我纯粹就考题上面的一个创意跟那个发展性是来做一个比较。来来来，两校课程大比拼，大贺进城老师杀手。他们有主修制度，就他们只会他们学的那一科。我学表演就只会表演，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在大四年前都学，学校也会针对某些特殊的学生需求，会开一些特殊的专题，比方说有特技课、杂耍课，有布袋戏课，还有对，像我们可以自己选，说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走。像我们有戏剧治疗啊，我们的那个老师他是台湾第一个开启戏剧治疗的大师。听说给大贺上完课，他自己住院。觉得我们的课其实他们有主修制度，是我们没有主修制度。对北艺大真的很了解，因为我有太多朋友，你好专业，念北艺大的，所以我其实会跟他们聊，他们主修就是他们其实只会他们学的那一科，就是我学灯光，我就只会灯光，其他都不知道。啊，真的，这样不行的。我学表演就只会表演，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在大四以前都学，对，可能你们那个年代不至于是这样，真的吗？没关系，你先讲。但因为像我们是什么都学，对，那什么都会。一点这样，样样通，样样精，样样精啦，样样松，样样差不多都会一点这样。所以，像我们可以自己选，说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走。像我们有个主持人训练课，哎，对，很特别。我觉得北艺大应该没有这种课，没有，没有。我们还有音乐剧课。然后还有什么戏剧治疗啊，什么叭叭叭，你们那个时候没有吗？没有。你确定读的是我们？你是才艺的吗？你会不会到现在才发现上学的？那个可能大贺在学期间啊有一点状况了，所以特别开戏剧治疗。哦。有时候我们系也，我们学校也会针对某些特殊的学生需求，会开一些特殊的专题课。我们比方说有特技课、杂耍课，有布袋戏课，布袋戏，还有对，我们还有请上海的昆剧团的，真的叫国家一级演员，来上昆曲课，教昆曲，没有，这就是差别哦。不过我要讲一下戏剧治疗这个课，我们的那个老师他是真正留美的博士哦，他是台湾第一个开启戏剧治疗的大师。听说给大贺上完课，他自己住院。驾鹤西归了，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差别所在。我们的课程比较入世，入世，对对，入世，他们比较讲得好，比较
不食人间，天马行空，哲学一点。是喽，就是我刚刚讲了，出世的就代表比较学院嘛。对啊，对啊，对啊。那入世，他们一出来，他们接触到社会的工作，很快直接接无缝接轨，没有草根力量啊。对啊，来来，小哥。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插大进去的，其实我进去的时候有一点点蹩手蹩脚，因为常常老师会出一些题目，让我们会觉得天哪，老师你在干嘛？你平常在做什么？例如说有一次表演课，老师就在那边说灯关掉，现在你们闭眼睛，我讲什么你们做什么，现在你们都是一群猫，各式各样的猫。然后呢，老师会慢慢的给指令，例如说公猫开始求偶，母猫拒绝，很多公猫想要一只母猫，慢慢慢慢在那一个小时里面，真的出去大家都是喵。一个小时，专业课程，那叫解放天性。所以后来灯亮的时候，那个大家来得及穿衣服。没有，就厉害。了解一个表面就可以。今天他们有这个环节，我也觉得有一点伤脑筋，但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就是说，我们一对一，我们来PK 演戏啊，在这舞台，在这里其实不容易的，但我们尽量啦。反正就是艺术学院了嘛。对的 ，PK 好，两边那就先抽签来。有抽签，派第一棒派谁？抽题目哦。抽题目来，从哥跟那个子怡好了。啊，一见面就派强棒啊。哦，这压力大了。来，抽抽，投过身就过。好，来一个，那子怡你抽，抽。你看这个。好，来，好难，好难，这个好难。子怡加油！子怡不要输啊！子怡加油！什么？到垃圾遇到前任。哇，这杨子怡你常常发生。这一题跟你子怡啊！子怡不要到垃圾。子怡一出门，子怡可以前任演啊，前任。不，我跟你讲啊，到垃圾遇到女朋友的现任男友啦。这个对话由你们自己设计，好，好吧，好，那谁是现任？你现任好了，你看起来对，这样比较气嘛？不是，你没有，他女朋友后来是跟你在一起，不是很气，不是对的，他因为他的样貌比较像是接二手啊。塞你修车哎，阿内拉，好不好？两位来哈，哎呦，压力大，来，垃圾车来了，垃圾车来了，对，要盖，该不会我就，结果我是开垃圾车来的，车来的，帅呢？你丢到我了，你知道吗？我丢到你了，对呀，你刚丢到我的脸，看起来就是个垃圾啊。你恭维他可以，我要位出现了，我觉得我看你面熟面熟，你住在这个社区这里，关你屁事啊！你是不是以前有跟 Cindy 在一起过？我好像以前在他手机里面看过你。哦，没有穿衣服的照片。他的手机里面还有我的东西啊！是，我知道，没关系。这都过去了，谢谢你让她变成这么成熟懂事的一个女孩子。哎呦，好不好？你知道 Cindy 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吗？我应该知道吧，因为我跟她在一起两个月了。我想我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我也朝着她喜欢的目标去前进。她想要的就是一个专门在收垃圾的。就像你现在做的事一样，哦，对我来说，他就是我不要的垃圾，谢谢你。哎呦，明白哦，谢谢，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 Cindy， 因为这刚好证明了他现在的选择是对的。和我笑脸呢，明白，我祝福你找到不是垃圾的女人，和我加油哈，夜底情感不拉的你，哎呦。我跟你讲，哇，水准以上，水准以上，为什么你知道吗？戏剧的张力够，演得够讨厌，然后两个人哦，原来你收垃圾啊，怎么样看不起你或干嘛？我的女朋友跟你在一起，哎，两个这个一个纠结，我觉得还不错。关庆，你觉得怎么样？投入，很投入，整体感觉。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好像说一直想要引导引导，但从龙哥厉害的是他很会丢接，而且一直破掉了。哦，对，所以我会破了，因为反正综艺节目嘛。对对对，想一想，好玩。然后来认真，我觉得有啊有。谢谢龙哥，谢谢龙哥。哦，这样看好过瘾。谢谢龙哥，谢谢。哦，这背头呢？对，近距离看舞台剧的感觉，这个厉害。小可这一关就难了，因为要打虫哥对上的是，因为小可现在对鸭头。鸭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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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无敌疯狗浪。对对对，疯狗浪，这个可能你要比较辛苦。来，我帮你们抽一个，好。来来来来，来两位的。嘴上说不要，心里却想要。好，那要不要设定一下状态？你们两个是好姐妹。曾经是好姐妹，手帕交，但是现在心里面已经有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了。嗯，他不想要让你跟他去，但是嘴巴又必须想说，哎，我们要一起去旅游，对对对对，公司旅游或什么，这样了解吗？了解了解。啊，反正就是一定要越模糊啦，越有戏啦，好吧？嗯嗯。预备 ，Action。喂，哈，好啊，我知道。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打给你。哎，我朋友来了。哎呦，等会打给你哦。哎，嗨，我要跟你讲件事情啦，因为我们员工旅游，所以原本跟你约说15、16、17要跟你去冲绳，嗯，我可能没办法去，没办法去，怎么机票怎样吗？没有，我帮你订好了。对，你订好，我知道，但是因为员工旅游，大家都是，你知道有一些就是升迁的压力在，我没有办法不去，而且我很怕主管会觉得。今天讲话那么结巴，有吗？你平常不是这样啊？我平常不是这样吗？没有差吧，一样。平常都是干嘛这样子？没有啦，可能经期来吧，不舒服。对，什么事啊？就不太舒服。我怎样吗？没有啊。你很好，拜托你超好的。每次出去都是你帮我想很多东西，然后每次出去都是啊，你问我会不会冷啊，会不会饿啊，想吃什么啊，会不会太辣啊？你 OK 的，没有啦，真的啦，就是其实就只是对，就是因为升迁压力，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主管他们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那就你去完之后我们再约就好了啊。圣诞节我可能要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国。圣诞节之后啊？对，圣诞节之后哦，那就回来再说好了啦。但我觉得太远了啦，整年可以都没有一天，一定有时间可以，但我就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对，没有办法跟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一个正确的答案。两年后。也不都不行，全部都不行，可以啦，可以，没有什么事。哎，等一下，我手机响。哦，对，来哦。知道，我在跟他讲啊。你这，好，好。哎，鸭子，我有些事情要先走了。那冲绳的事情，我们就先 cancel 掉，好不好？那我再打给你，还是怎样？嗯，可以啊，可以。你传讯息给我，如果我没有接的话，好吧。对，拜。啊？哦，等一下，最后的独角戏哦，他自己弃权离开。妈，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吗？好，好，因为他我不知道，对，现在室友有点好像我想回家了。拜拜。哎，哦，哎呀，掌声鼓励！我都没看到，太棒了！北艺大很屌，台艺大很棒，厉害耶，很屌，哇，得分得分得分，有点想哭。我跟你讲哦，我刚刚就在那跟学弟妹讲，我说这个时候要看谁有个爆点出来。对。然后小可让我担心了，因为他进去，我心里想完了，独角戏送给人家。对。人家一个人在那里 spotlight 胖 solo， 然后 solo， 那戏都要抢走了。出来，我心里想说，糟糕，要插这一段一定完蛋了。一出来之后 ，surprise， 急转直下，好厉害！来给双方面掌声鼓励一下，哎。学长引以为荣，太棒！对，两个都不错。但鸭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什么？他进入到戏剧里面呢，他的调理各方面都很好。哦。但真实的人生反而不行。不用这样的人身攻击
啦，他就是表演，今天就是表演而已。是吗？是吗？私生活不评判。哦，还要再来一趴噻。金妮可以噻，金妮对谁？大凯。大凯哦，大凯加油。好，再来一趴，再来一趴，再来。大凯。好紧张。哎，很棒哎。好好看，好好看哦。对呀，我们这本来就要交流一下的嘛。啊。发现苹果里有半只小头。台大间谍现身，令众人怒火难消。校园的美食，台大的老板娘，因为长得又瘦又干瘪，我们叫二月水饺。你看水饺这么大，这一家我知道，在我家附近。你这个超级间谍，你这个喜爱的。北艺大的社团不超过两个，成为热门流行音乐社创社社长。后来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名气，股东没有派对，我们就围绕着他什么都知道。你对他们形象都了解，你去念那里好了。果里有半只小虫。阿赫，好 ，OK。哇，你是卖水果的，对，好，你是水果，要不然我们，我水果，我是果农，不，你就买了苹果，然后试吃一颗有虫了，好不好？好，预备备，动手 ，Action！ 来啊来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今天头家去下包，你头家你输掉要中钱哈，来来来，喝起来另个，喝起来另个，来来来来，五爪五爪，华盛顿华盛顿，头家牛来，吃看麦吃看麦啊。老板，你这可以试吃吗？保证甜不甜，我头剁给你。那这个，你搞蒜，你搞蒜，你就谢谢，你就酸这类的掉啊！来来来，我来切块，切块，好好好，很甜，汁很多，切下去刀会黏。好，来喽，来喽，来喽，见证奇迹哦！来切下去，有没有？哗，黏黏黏黏黏，哎呦哎呦，出汁吧出汁吧，来来来，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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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哎，哎呦哎呦哎呦，吼。这个熊营养啊，我们叫糖也来加。哎，老板不要啦！哎，你卖假啦！哎，老板没事没事。哎，你卖假我。可能是没有加农药嘛，对不对？你讲啥啦？没有加农药，所以比较健康啦。没有，你刚刚有看到什么？什么都没看到啊！你刚有看到什么？那哇，你讲你给我进几粒吧？嘿，你再挑一颗，你再挑一颗，嘿。那这个好了。这一颗，保证没问题。切下去刀会黏哦，吼。来来来，哦，汁很多，汁很多，出汁，出汁吧，出汁吧，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老板，蟑螂，怎么办？我跟你讲，你今日做你体，青菜你紧，肥大拢免钱，把紧送你啊，送你啊，嘿。哎，还是那不然这个水梨嘞？水梨嘛，送你啦，嘿。哎，掌声鼓励。我本来还要后续耶，为什么会停下来？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戏太长了。亲爱的，那个金妮的角度，你看啊，虽然他们是舞台剧出身啊，这个在学校里面他一定死当掉的。背台进，背台，背台已经背到地位观念，连机器都在已经在移动了。哎，拍谁？拍谁？拍谁？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啦，学长创下来就是独幕剧。我们上去每一个人背后都要贴一个中文字，哦，这么大，这纸这么大，你要写每一个都点到边框，中文字，你只要让我们的那个系主任看到你后面那个字，你就毕业了啦。哦，本来就是就结束你走了啦，你今天就不可能，所以他从头到尾每一个都是在演这个戏的，连走位有没有？你怎么可能这样？哦。有啊，走不来走不去的。哎，这个是基础训练，专家。那刚这一这刚这个戏哦，也不能说懒，是因为在小可跟鸭子的后面接出来这一段，所以那个情绪张力比较大。给予嘉奖，好吧？谢谢，谢谢，谢谢。哦，厉害厉害，来来来来来，我们后面轻松一下，比拼一下。后面轻松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在学校里面啊，难免都要吃一点东西嘛。校园周边也会有好吃的美食。周边的美食，今天把它拿回来，哦天哪，这个太回味了。来，一起上菜。有厉害，这一边是台艺大的，对，这一边是北艺大的。哦，校园的美食有一个特色，就是还兴隆爱嚼卡巴，什么分量要够大，分量都超大。你看水饺这么大，对呀，这一盘谁吃得完？这个是馄饨啊，这个馄饨有大颗的，捞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一锅好不好？拜托，你怎么吃啊？这一颗叫做这样哎，吃三颗就饱了，女孩子。哇，这是什么？这一颗这么大，这个叫做馄饨哦。这一碗这样子可以全班一起。
起吃。他真的就一碗就这么大吗？这应该是两份啊，这两份啊，但他一份大概也有五大颗。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因为他一颗都这么大颗，是这样。对啊，这一家我知道，这家在我家附近。你这个超级间谍，你知道吗？大贺去坐对面，还好吃，是不是？而且这家就住那里，然后还有追钓也很厉害，水饺啦，但还有辣酱。我真心话，因为这个我也吃过，我都吃过，是，但。真要比美食的话，因为这个项目先天上北艺大是输定了，很惨。我们在关渡，你们在关渡上没有这个，我就要反对。美食沙漠，我关渡了，关渡其实蛮多好吃。嗯，没有关渡有什么好吃的？要讲在学校哦，我现在讲学校。哎，学校附近也很多。哦，确定你要有？但是这一题我到对面去。哇塞，哇塞，台艺大那边，我们在林家花园旁边那个夜市，我跟你讲，那是太雅夜，那个是国际级的观光夜市。很厉害哈，我们其实也当想象哎，单单这一位就好了。来，学弟，这个太厉害了，那是什么？蚵仔饺，金鱼，我们讲说那种金鱼阿叔嘛，对，这个我跟你讲，排队你都吃不到。我跟你讲，大颗哦，超大。我跟你讲，哎，蚵仔金价都是蚵仔，有没有？一整只啊，这么大，一整颗的哦，完全不裹粉哦。里面是包什么？而且我跟你讲，它里面是它很酷哦，它里面有。绞肉，然后呢，它里面有鹅啊。最酷的事情是，它里面还加了芹菜。哦，对，吃进去有一个你知道新鲜的感觉，非常的爽。而且你咬下去的时候，那个 juicy 是不只是肉汁，它所有蔬菜汁都会喷出来。对对对，而且它明明是炸的，可是你不会完全不会觉得油。对啊，这个我也爱吃，我真的非常。而且它最酷的是哦，它到现在哦，分量完全没有减少，它没有变过，没有，它完全没有变过。而且旁边那边那鱿鱼羹也很厉害，一流的鱿鱼羹，鲜哥鱿鱼羹也超好吃。北艺的在试吃了，北艺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吃吗？没有，它里面不是一般的那种对饺子，或是那个不是很多学生是因为夜市然后过来念台艺大的，真的，这真的有，这真的有，真的有哦，有没有啊？这个麻油鸡哪得了？他就是在那个南雅市巷口那个麻油鸡，哇，他很厉害哦，学生嘛，他就是两锅。一锅是全部都是鸡肉，哇，超大锅，一锅全部都是鸡腿，这一锅卖完就没了，然后你就只能吃这锅，而且老板娘之后才会再煮，你要两锅都煮完，他才会再煮两锅。对，他很佛心哦，就是你吃完以后，你想加汤，加汤加到饱，免费都随便给你。对，而且因为这一家旁边开启了很多不同家也是卖那个麻油鸡的，对，都在学他，后来有开嘛加鸡块，逼当逼菜，逼他对于美食。学校要挑周围的，我必须要说，房子是一样的道理。对，因为我们这个是竹围，是非常有名。以前我们都叫老板娘，因为长得又瘦又干扁，我们叫奥利维，奥利维水饺。对，他现在正名叫眼镜婆，眼镜婆啊，追掉。哦。因为这个好就是秀个短袜，虽然美味，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得到。但他们这个真的没见过，而且这个香气是真的没闻过的，很香。它里面还有撒胡椒粉，胡椒，然后芹菜，然后洋葱，好特别，对，洋葱，对。美食的部分我们就让给台艺大了，就跟篮球一样，都让你。完全来表演最后一项，来来来来来，哎啊，到底北艺大、台艺大这不是社团活动很重要哦？对耶，除了念书之外，课后活动非常重要嘛。来，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童哥，社团活动很重要哦。对耶，除了念书之外，课后活动非常重要嘛。来，你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啊？北艺大的社团活动。沙漠，对啊，这里也没有，因为都是艺术家，因为他们我们已经是艺术家，我还跟大家组队在那纠团，就是别人他们的社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念的系啊，哦，我们已经够忙了，在当时的一片沙漠当中，我们学校。不超过两个社团，就后来我成为其中一个社团的创社哦，就被社长叫做热门流行音乐社哦，那是社乐团，因为从我打鼓的嘛，因为这个团呢后来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明星，谁？可是草东没有派对哦，北艺大谣言者出来的哦，对对对，得金曲奖，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对他们形象不了解，你去念那里好了啦。我的大盖表，我不想知道，我你就不能搬家到板桥？现在还要吃馄饨，我家里房子卖掉。
了，不用回家了。管庆，管庆，你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吗？我们社团其实真的很少，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个先天上地理位置很强，就是你晚上想要夜冲，你马上就可以到海边。对，真的 ，It's right there。对，所以我们就下来就是官渡大桥。对，所以大家想要当艺术家，想要文青，想要忧愁。就去海边 ，OK， 然后这个来讲夜冲，我们就讲夜唱啊，夜唱，我们走路十分钟可以到好乐迪跟钱柜啊，对，超方便，然后没有一个晚上是小时醒着回家，对，好醉好醉，好醉好醉，得了，我们夜夜笙歌吗？大贺有吗？有吗？没有，因为我们学校附近有太多好玩的地方，而且我不知道学校小。同学感情好，我们会办很多什么？你好好讲。每年爸妈尿尿，你病了。我知道，他跟你动不了。病呢？每年圣诞节都会有夜保活动。哦，好好好。打保龄球，夜保夜间打保龄球。好的 ，OK OK。好了，好，差不多了，我讲完就没事了。没事没事。这个都是校内的，我有个国际加分题。为什么要柠檬掉下来？加分题。病呢？哦。尿没尿？爸爸尿。主办关渡艺术节。好好。以我们学校。关渡艺术节是国际性的，然后我们举办过国际傀儡节，就傀儡戏，有什么各种布袋戏、皮影戏，还有那个悬丝傀儡，还有像越南水傀儡，是在水上演的。水傀儡在水上演的，不要提到水，你知道吗？是在演水傀儡，他在站在水里面，那是小哥上身的感觉。崇哥，崇哥，我好想知道哦。你知道吗？他们上身，谢谢他们的分享，我要去。